现在先换衣服，然后我们就去再做一次 snowboard 吧。每次走到户外，我们都要把自己抱得紧紧的，因为全副武装。我像 Barry 这样想到，其实穿脱的过程就已经满身大汗，这才是最累人的事。Feel much better.